吊带羊。对啊，而且它是做比较长版的，然后它的下面很美，它的下摆。下摆是拼接的，有那个一点纱，拼那个有点纱质的感觉。然后它这件是做的比较长版，所以我觉得特别可爱。然后这个也是不限身高的，身形 对，它穿起来就是那个垂坠感还蛮够的。然后它前面它的这个肩带是不能调的，但是它是做偏长一点点的感觉，这样子很可爱。然后材质也很特别，这算什么材质？对，它是比较偏聚酯纤维的材质。嗯，然后它就是，我觉得这孕妈咪都一定可以穿。嗯，然后像如果你要有腰身的话，自己可以再系个腰带，其实也 OK。可以，就看你们自己。对，像这样也很好看，这样穿很可爱。然后那个上衣，这件上衣也很美。对，上衣很好看。上衣的话有三个颜色，它是有一点点那个蓬在那边蓬袖的感觉。对，我现在穿的是白色，然后它的材质，这个材质也是很特别，这很难讲。对，而且它是有纹路的，这要怎么讲啊？它就质感。对，它质感很好。这是算什么材质？这有点算是那种，就是雪纺混那种，对，有点混那种纱的那种感觉。这颜色都很美，然后我觉得它的这个摆折，这个皱褶的这个做的很漂亮，就它的立体度是很好的。对，上衣编号，这个颜色也很美，还有蓝色，我等下穿蓝色好了，配黑裙。哎，蓝色也很好看。嗯，我觉得这个灰蓝色是我们卖蛮好的。这个灰蓝色它颜色很特别，因为这一年蛮流行这种颜色的。嗯，就是那种模糊色、暧昧色。嗯，对。然后配这个裙子超级美，这件裙子很漂亮。对，它下面的部分它是做那个拼接纱的。对啊，这件好。缝纱，很美。然后它的材质很美。对，你看它上衣，它其实是有纹路的。它是有纹路，这个上衣有纹路，看得到吗？给大家编号04143。它是有那种一点丝的纹路，近看会有。然后袖子的话，它也是做的蛮蓬的，蛮立体的。对对，就是这边很有质感。对，它有。